三二一，看这边。规则再讲一遍吧，朋友。好，来，两组进行对决，一个人指挥，一个人防御攻击，指挥成功积一分，并且搭档可以向对方泼水，积分更多的一组获胜，优先积到五分的队伍获胜。首先第一轮我们要上场的是下面四位，杨迪、佑廷，对战的是周周和弟弟。耶、yeah! ！我然后呢？迪哥跟周周负责玩 ，Mark 跟弟弟负责泼，弟弟开心死了，弟弟就想泼，来。他巨开心。你看弟弟，你要干嘛？弟弟只练泼水，不练防御。防御没用，他不防御的，他只练这个，他只管把对方打死。来，首先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攻，你跟来。石头剪刀布，布，最开始，现在最开始了吗？周周先攻，对，开始了。你先攻，来，开始了啊！啊，三二一，看见没？好，三二一，看见没？三二一，看见没？这手也太快了吧！不怪你，不怪。哎，你脸上为什么这么多？从我这扩见过，我这么远都差点被泼到，感觉使了个大劲儿啊！快不快？你说快不快？太快了，他爽死了。真的 ，Mark， 真的不怪你，因为他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哥们，他就这么快。Oh, no. 注意了 ，Attention please。现在杨迪输一分，杨迪进攻，杨迪进攻，来，来，好，该我进攻。三二一，看见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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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这个速度，你还喝到嘴里了，为啥呀？周周，周周啊，周周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啊，你除了能看右边，你还能看左边。对呀，你不要一直左边也能看，右上边也能看。不是，这同时那个，其实迪哥也是这样的，他俩用同一个方向玩了好久。三二一，看见没？哎呀，三二一，看见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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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俩一直是这样，他俩一直左右没有上下。啊，来，现在比分1-1，周周输了，先进攻，来。水到肚子里了，来，三二一。要说三二一看这边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迟到，没迟到，没迟到，没关系，不用罚一杯。我干了，自己先干了，先干一下。泼完之后忘了抬起来。到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，挡得好，挡得好，挡住了，挡住了，帅气。好，现在许魏洲继续进攻，现在场上比分2-1，2-1，迪哥领先。三二一，看见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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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看右边，他真的一直看右边。周周，往不要再往右边看了，看得我太着急了。要后面不要看了，有点那个本能的要找镜头，你知道吗？不用找了，你只会这样吗？你左右也可以，哥，左右也可以。好，现在比分3-1，迪哥领先，许魏洲进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我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你看右边。他拐了一下过去了，是这个方向吧？东北角去了。还很精确呢，拐了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他凭借一种强大的意志力把被长颈飞的日啊，咦啊，好像那个科目二那个直角转弯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继续，好，现在是周周进攻，目前依然是3-1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，漂亮！看这边，漂亮！哇！为什么每次都在他的脸上那么多啊？
我甚至刚才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我都没给你擦，我都给 Mark 擦了。来，好，现在场上追回来2-3，杨迪进攻，这边啊，别忘了这边还在商量的，我都紧张，往哪儿去？来，你站，准备，3-2，看这边，哎呀，看这边，哎呀，老枕了，差点老枕在这儿。3-2，看这边。周周追上来了，3-3，3-3了，迪哥要加油了，不能轻敌啊！没想到，这边哈，继续，现在杨迪进攻，场上比分3-3。来，3-2，看这边，哎呀，3-2，看这边，哎呀，撤回，撤回，撤回，对方 Mark 撤回一杯水，我已经不知道往哪边，2分钟之内可以撤回，没关系，撤回一杯水，撤回一杯水，好，周周进攻，来，3-2，看这边。迪哥被拿捏了呀，迪哥你怎么他人家有新手 buff 是不是，你他的眼神里面，他的眼神里面有一些看不懂的东西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，你赛点了，他的眼神我看不懂了，4-3，现在迪哥落后，看这边，漂亮，看这边，漂亮，看这边，哇！杨迪在关键时候拿回了1分，现在场上比分4-4，我这次不能输，加油！好，周周先进攻，周周先进攻，来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3-2，看这边，哇！3-2，看这边，哇！许文忠获胜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完全被拿捏了，迪哥。为什么？我咋了？你真的好惨！你不是跟我说这个游戏你玩得很好的吗？太惨了！他像刚洗完澡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我觉得耀廷哥可能觉得哇，终于玩完可以松口气。不，下面你继续上，但这回你是去指挥的那个。该我玩了是吧？该迪哥泼水了。然后小童来负责泼水，然后那边是东君来玩，老秦负责泼水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来。太刺激了这个游戏。哥哥对不起了。哈哈哈哈，好开。哦，开心是不是？喂，圆圆，录节目呢。哦，对对对对 ，Mark 在，对对，现在老秦要泼他，啊，对对对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来来吧，好来，老秦，你还想不想见你嫂子？就看你的表现。怎么又这句话呀？啊，怎么又是这句话？不能这样，一会儿老秦赢了泼自己了。好来了，来来，首先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攻，来，东君是一个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石头剪刀布，好，东君哥先攻。3-2，看这边。3-1，看这边。漂亮。看这边。哇、哦，漂亮！哇，哇、哦，你挺猛的，朋友。哇，挺厉害的呀。Oh, no.把杯子都砸了，太猛了吧！本来以为女生上手会比较慢，挺厉害的。就是，别什么事儿。曾经我跟小童拍过一部戏，在那部戏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给了我一巴掌。今天哇，又找回了当年的感觉。你怎么又动手打人？谁让你说便宜话？10年，哎，十年前，现在十年前，他把他的掌风化成了水波。对，好，来继续，来，还东区进攻，东区哥进攻。3-1，看这边，3-1，看这边。3-1，看这边。哇！喝水，拿盾牌干了。
看啊。先干了，有点渴。两位冷静冷静，冷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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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老秦没机会出手啊，怎么回事？现在目前场上的比分2-0。哦，好紧张啊！赵又廷赢两局，现在韩东君继续进攻。我继续吧。对你继续来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啊！我呀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啊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我呀！我赢了。我赢了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！想见嫂子，明白了，明白。他那句话真的，他鼓舞了我，他蛊惑了你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会，我知道会有影响，没想到有这么大的影响。真的，我现在脑子里不是真的，我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啊，不是应该脑子里一片圆吗？你泼你泼了，没有没有，没必要，赢了就好了。不是，赢了就好。泼泼泼，2-1，现在东军追上一分，现在赵又廷进攻。我把刚那句话撤回，你泼吧。好，已经过了2分钟，撤回不了，就是泼了。对，撤回了，就现在是泼了也能进嫂子了。对，哦。别不泼就进不到了。算了，徐小姐，不是泼越多现在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我争取再赢一个。2-1，2-1，因为赵又廷刚才输了一分，赵又廷先进攻。来，3-2-1看这边。对，3-2-1看这边，对。3-2-1，哎，不要慌，对。3-2-1看这边。3-2-1看这边。3-2-1看这边。漂亮。3-2-1看这边。漂亮，漂亮。好，赵又廷再拿一分。输的我，我已经看到门，我也看到小头。对。一个慢动作，掰回来，掰回来。韩东君现在输2分，来。他俩手的幅度很小，所以要使劲儿看。看这边。哎呀，哇！看这边。哎呀，哇！看这边。哎呀。啊！看这边。哎呀。结结实实了一下，对不起，高爷爷，我喝醉了。哥哥，我还能见嫂子吗？哥哥，哥哥，我还能见嫂子吗？可以。杨二姐跟我一公司的。对啊，是吗？哎呀，你一点没有人情世故呀，哥哥跟你客气一下。哥哥，你客气一下，你很当真啊！我刚连他快到我连眼睛都来不及闭，那么没来得及闭眼睛，哎呀！我还能猜到吗？能。好，现在首先是赵又廷进攻，目前场比分3-2。来，三人一看这边。三人一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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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！哇！三人一看这边，漂亮！三人一看这边，漂亮！哇！哇！哇！你怎么打我的手？10年，毛晓彤，十年，毛晓彤，我跟你说，毛晓彤要泼的心呐、啊，杯子自己扔到那边去了。10年，你知道我这10年怎么过的吗？玩挺投入啊。不是，是老秦把我手上的杯子打掉的。OK， 懂了。其实也就是双方反应都很快的意思。现在场上比分4-2。到了赛点，韩东君还有一次机会。哦，还没完啊！赵又廷压力好大。这样 ，Mark， 你再赢一次，你不就全部赢了？但是你如果输了的话，就继续要看谁先拿到5分。你现在拿到4分。哇，赛点！赛点，加油！3-2-1，看这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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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-2-1看这边，哇！3-2-1看这边，哇！哇！哇！
东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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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秦没有要保护你啊！老秦刚才他现在泼太大力，他现在满脑都想着能不能见嫂子这件事。对，我发现了，是不是他心不在焉？他刚才真的没有任何反应。他的视力完全就算，你看这个盾牌又是圆的，这个杯子又是圆的。整个脑子都是我不仅仅碰到了十年的这个一个攻击性的升级，还碰到了一个叛徒。老秦今天确实不在状态，真的。白宇、李雪琴、丁程鑫和倪妮，负责泼水的是倪妮和李雪琴。白宇，那个水和盖子跟你没关系啊，那个、就我，你就只管玩这些就行了，上下左右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开启中间换人机制，如果比如白老师特别厉害，他就继续打。行，如果他不行，就对不对？迪哥可以上。我刚试他那一下，他找我的手来着。我试一下啊，你看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他不会。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我都慌了那一下，特别配合是吗？好，来啊，准备啊，石头剪刀布，赢的人先攻。来，石头剪刀布。好，弟弟先攻。来，我不能跟你一样，对吧？对，对你不能跟他一样。对，去那个雪琴，好好保护白宇啊。来，听好了，来，听好了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啊，可以 ，OK， 好 ，OK， 来，你来，白宇来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漂亮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漂亮。哦。快哦，可以，可以啊，白老师啊，你挡的也很棒啊，我都想会，我都想蒙我，你会，你赢了，可以可以，我跟你说，真的会有新手光环的，是的，好，现在一比零，弟弟先输了一分，弟弟先进攻了，好，来，一比零啊，三二一看这边，三二一看这边，到你了，白宇，三二一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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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爷看见没？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，就让你感觉你的心走缝隙，就是你死活就是哦，一个新的玩法出现了，找缝隙而泼，主要是他泼这个地方我也不太方便挡。没事，倪妮老师是这样的，咱们不管是挡的人和泼的人都只有一次机会，你不能追着。哎哎，三爷看见没？对呀，倪妮那个杯子里那点浮杆都得给泼到位哈。好，现在场上比分一比一平，刚才白宇输了一分，现在白宇进攻，来准备，白老师来。三爷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没事。好，现在场上比分二比一，弟弟进攻，没事，冷静冷静冷静，专注专注专注，来，三二一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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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白宇这么厉害，三分，弟弟，你今儿不在状态，换人吧，可以换可以换。好，老秦上来，老秦上。原来这个换人机制是给他们的。他喜欢左右，我感觉他对他喜欢左右，你就改变你的思路。但你不要跟着他们的手。他们很喜欢找规律。左右往里面上。好，现在换老秦，三比一，老秦进攻。老秦进攻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喂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看这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老秦一过来就好忙，不但要玩，还要帮白宇挡水。不紧张，不紧张，您不紧张，不紧张，不紧张，不紧张啊！好，现在依然是三比一，现在轮到白老师进攻，来。三二一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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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漂亮！哦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漂亮！哦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漂亮！好，现在老秦现在追上一分，二比三，现在又来到白老师进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好好保护白云啊！漂亮！哇，挡得好！哇！在我脸上！挡住！哇！在我脸上！都在我脸上！天哪！三平了！太帅了！好棒啊！你值得得到一个奖励，你想要什么奖励呢？我先攒着，先攒着。攒着，先攒。真的，白老师脸上一点水都没有，雪琴脸上倒是有点水了。好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好，现在场的比分3-3，三比三平，依然轮到白老师进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你看这边。第四分，雪琴挡得越来越，都到自己身上了啊，都到自己身上了。好，现在赛点了，现在4-3，白老师进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漂亮！哎，妮妮姐，你这杯水怎么没了？你这杯水是？这是准备泼，又是准备倒。现在绝对的赛点。好，现在4-4。现在谁赢了，就赢了整局的比赛。老秦，你们输了就120喽，就这把哦。我本来没有那么大压力的。输了就120哦。好，我们双方最后思考10秒钟的时间，好不好？往下，往下，来，3、2、1，看这边，哇！3、2、1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哇！是不是？是不是姐？厉害厉害厉害，绝杀了，相当于，太帅了，非常好，力挽狂澜啊！非常好，那么我们进入到决赛轮，将是由白队和棕队继续比拼。白队请上场，你们派谁来玩，谁来泼？我可以玩。好，来。你先泼还是先玩？你先。要不然我玩吧，你们泼我吧。泼我吧。你们队那两个那么不能玩啊？来，3、2、1，看这边。哇！3、2、1，看这边。哎。两位都非常的配合，怎么玩？怎么玩？让子毅玩吧，没事儿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云瑞先来，云瑞和子毅来。那我们这边，你是他们要泼你是吗？那泼我，哦，我来一下。哦，女生玩可以，哇哦！我对梦姐有自信，这个你们离近点。好，来，先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进攻。石头剪刀布。好，你先攻。好，妮妮先攻。行啊，来，3、2、1。你这干啥呀？弟弟，弟弟，你知道吗？他先把这水倒的已经只有两滴，而且他以为这不是拍摄影视剧可以借位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泼女生，弟弟比较暖心。那也是，那也是，是那这杯也太满了吧，弟弟，你能不能有个中间的度嘞？好，现在来子毅先进攻了。3、2、1，看这边。3、2、1。3、2、1，看这边。3、2、1。哇！3、2、1。哇，没事吧姐？姐没事吧？你这么泼，
对，我对不起你，孟姐。子毅刚才在自己队里，就是所向披靡哎。对。然后到这连输两分，你要继续来再试一次吗？再试一次吗？报仇！报仇！刚才谁泼的你？来吧。好，现在2-0，现在云瑞先进攻。好，3-2-1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哇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哇，哇，哇，你怎么拿杯子也能挡？你用这杯水挡住了他的这杯水，然后他的水全部都在云瑞身上。为什么你赢了我在擦你呀、啊？现在2-1，好，现在丁程鑫进攻，弟弟进攻，来，3-2-1看这边，3-2-1看这边，3-2-1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又错了，又错了。哎，你刚刚是演孟子义呢，还是在那儿演我们呢？在这儿，我们都商量好了的。太厉害了，商量好了的。现在2-2，对，云瑞现在2-2把比分追平了。现在这边换上了老秦。好，来老秦，丽姐，丽姐是这样的，她呢爱泼别人裤子，不用挡我脸。哎，你要不要这样？哎，这样我就安全安全了啊！来，准备，现在。老秦进攻，2-0，来3-2-1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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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一个攻击的人也要被扑啊？他都这样，还是湿了。没有一条干的裤子能从孟子义这逃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是故意的，我太紧张了。那依然是老秦进攻，好不好？2-2，来。啊。哎，拿哪儿去你啊？哎，拿哪儿去你啊？你拿哪儿去？好，没事，孟姐，咱就十张，我能保住。准备，2-2。来3-2-1，看这边。老秦，你专注，你不要管那么多。对，3-2-1，看这边。来3-2-1，看这边。3-2-1，看这边。等我。2-1，看这边。2-1，看这边。等我。哦。好，银瑞再得一分，3-2。厉害厉害。好，继续。3-2-1，看这边。3-2-1，看这边。哎，这不算，这不算。再来一个。我觉得做了就是往对了。老秦赢了一分，3-3，3-3。现在云瑞进攻，云瑞进攻。3-2-1，看这边。3-2-1，你别慌，你别慌，云瑞别紧张。3-0。来3-2-1，看这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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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扣一分。扣一分。这肯定得扣了，太过分了，这得扣了，太过分。老秦那句话都没说，三一咕，现在变4-3了，我不泼了，要赛点了，云瑞进攻，因为现在他们4分了，你如果再输这一次，你们就输了。是的，加油加油，3-2-1，看这边。漂亮！2-1，看这边。我不破。2-1，看这边。3-2-1，看这边。漂亮！又拿错了。再来一杯，漂亮！再来一杯。再来一杯。我就看倪妮到这个游戏什么时候懂得拿盾。倪妮端着那个干一个。没事，姐，不差这一杯，没事，姐。好，来，最后一局。
三二一，看这边，绝杀了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一看这边，一看这边，漂亮！哇！又被绝杀了！我发现了，秦霄贤在每次赛点的时候，他又把手势换成这个六。为什么这样？对，好六哈，好六！祝贺我们的中队获得了这一轮的胜利，他们的惩罚卡将减半。